出落长空，对镜贴画龙，你淡漠粉妆手留胭脂香，断崖掠过江丹映照成霜，疏烟淡月幽闻，自归声声长。您没事吧？阿德，后院是个什么地方啊？后院没人住啊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老大，您是不是碰到什么人了？一个偷偷摸摸的黑衣人啊！黑衣人，老大，你没受伤吧？哎，我身子倒没受到伤，就是我嘴巴受了点伤。嘴受伤？我就是前面担心被那人发现，只能用嘴嘬了他一口。啊！用嘴嘬？小点声！你难道疯了？会被别人给发现的。老大，那个黑衣人该不会是刺客吧？听说这个萧白燕呢，年纪轻轻就征战沙场，立下无数汗马功劳，这背后肯定仇人也不少。若是刺客，也不是不可能喽。老大，如果刺客还在府内的话，那他要杀我们，我们怎么办？洞房花烛之夜，侯爷却让我独守空房，侯爷好狠的心呐！无聊。不对，哎，小舅，今日脸怎么红彤彤的？之前都是惨白的呀，毒又加深了。你胡说什么？今天是你的大婚之日，你却不在，那你花五百两把那个苏黎买回来干什么呢？来，如果我说我买它回来是为了挖它双眼，你信吗？这么偏僻的屋子居然还有人住。再看我就把你眼睛挖出来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还有人住，我不是故意偷看的。出去。你当徒子。你什么你啊？你是不是没见过女人？见了女人就往上扑，我明明都要走了，干嘛把我拉进来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萧白燕，萧侯爷未过门的夫人，他花了五百两买了我，要娶我进门，这次你麻烦大了。你说你是萧白燕未过门的夫人？对啊，怕了吧？萧白燕有那么没品位吗？一个浑身没三两肉的女人也能成为萧白燕的夫人？谁说我全身没三两肉了？我明明有很多肉，好不好？我不管你有没有肉，既然看到了我沐浴，那就留下你的双眼。救命！所以他不知道那天沐浴的人正是你。所以你真的听了他说的，花了五百两买他回来做了侯爷夫人？所以你是看上他了？我说了，买他回来就是为了挖他双眼。我当时做了那个黑衣人一口气之后，他没有马上逃跑，说明他应该还在。阿朵，你说我要是救了萧家所有人的命，那我不就是萧家的救命恩人了？小兄，如果这个苏黎知道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，那他会不会自己把自己给埋了呀？太有意思了，偷看洗澡，把书买回来挖他双眼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不好了，有刺客！快出来抓刺客！不好了，有刺客！快来抓刺客！快点，有刺客！刺客哪儿？在哪儿？有刺客！刺客在哪里啊？我在后院看到一个黑衣刺客，快让所有人把他抓出来，别让他跑了。有刺客！何人在此大声喧哗？小白白，小白白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萧夫人，娘。你个当徒子是萧侯爷。行了，
我们已经彻查过整个府上，没有任何可疑的刺客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太好了，小白白。小白白，既然没有刺客，那你就赶快带小苏苏回房吧。春宵一刻值千金呐。娘，你也回房吧。萧夫人，您慢走。走，我们回房吧。夫人慢点。一个新娘，不穿着嫁衣，深夜穿着一身黑衣，还含有刺客。我看苏黎啊，苏黎，你怎么连衣服都没换，就敲锣打鼓的出来了？啊，可能是苏姑娘一个人春宵难度，便出来走走，穿身黑衣嘛，纯属为了方便吧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我就是觉得一个人独守空闺有点太难受了，就想出来走走啊。胡闹！嫁入萧府第一天，横生那么多事端，我看我那500两银子，不止该挖你双眼，还应该打断你双腿吧。